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凡行仙位大师。本来关卡是驱魔的考验，走火入魔高级。对，就是会让人家走火入魔的一个关卡哦。这样就是对，有点难度哈、哦。前面就是快快打，好不好？快快打。这边没有5颗珠就不要攻击。对我们有点不利。然后都不见，不见没关系，自己再做。刚没抓强化珠 ，shit。这的回复力跟血量靠暗狂撑起来，所以稳定度还算不错。可以打快就打快，因为大于等于去康博盾那边，百姓闪到我康博常常会卡住哦。一点，妈呀，这样他回一半的血哦。没打到，没打到还是会回。那不是另外一种。不要断气，不要断气。哎，算了，我们直接送走。如今黑白不死了。加快一点速度。
高转试一下。我的树都是在这边被吃掉了。缺火珠，不要跟我卡火。OK。我们把他带到下一回合。我是少女猪哦。手工破鞋20%越攻越强啊。250万。开机。我不想被摸到啊，我主要是不想被摸到。攻击减伤 max 13伤害了一发，所以我不开太多，只开艾德一招。那你开了三个主动技的话，那个伤害会变零，基本上左上角常驻我认为应该是不影响。我们来试试看看有没有影响。靠，两康爆死了，我两康把我转得出来，我佩服我自己。天降来吧，漂亮的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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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
哦，基本上刚刚算是一个节目效果，哦，所以各位就是对，好，以上是高级，哦，这个走火入魔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